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美玲。感谢观光业者同心打拼，去年高雄连续两度拿下全国评比六都观光第一的佳绩。今年开春，观光局主办的2024高雄 Wonderland 冬日游乐园黄色小鸭的高雄灯会，更为高雄带进了超过900万的观光人潮，超过140亿的观光商机。为了让在地的观光业者能够迅速掌握全球以及在地的旅游趋势与脉动，洞悉旅游市场的变化以及旅客的需求，观光局从去年即开始推动了一系列的培力辅导计划，其中包括了星级评鉴、环保旅宿 ESG、 穆斯林认证以及全国首创的性别友善旅宿认证计划。今年我们更整合了系列观光最重要的议题，推出了2024高雄永续观光力培力系列课程讲座，共计有8个场次，12堂课，全部免费。欢迎高雄在地的观光业者，无论你是旅宿、旅行、观光商圈、观光工厂，还是伴手礼，都诚挚欢迎你赶快上网报名来参加。2024高雄永续观光力，等你来报名哦！